唔係應該揾個人翻嚟照顧自己噶嘛？我不如請個看護，即係我覺得，所以呢樣嘢係冇得去要求。快啲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唔好錯過最新嘅娛樂專訪啊！我想兩個氣種都很不同，因為破地獄講生死，破地獄的角色是做子華女朋友，這個女應外合這個角色是比較抽離一點，我覺得好像不是很現實，我覺得是挺有趣的，因為這個有一點是用，即我的角色是用潛意識。還有呢，我經常都是會，即譬如拍完我就不記得了，即譬如是一年前兩年前拍破地獄，在幾時拍我都不記得了，即以前呢是會有一點沉溺在那個角色那裡的，即很 enjoy 跌 在那個角色裡面咯，但是現在就不會了，即現在就會是拍完很快我就會 say goodbye 就走了，因為我覺得是自己選擇的。人是很得意的，人呢其實呢我覺得是有一種喜歡沉溺在一些苦裡面，我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，很喜歡沉溺在一些情緒裡面，即其實無論開心不開心都很想浸在裡面，即譬如以前小時候拍拖，你分手已經夠慘的了，硬是還要聽一些不開心的歌，咁你係咪整死自己先？即其實即人係有呢一種好似少少 kind of 自虐嘅感覺，我覺得。咁所以咧，我唔知道我以前係咪有呢一種狀態，所以有時咧喺嗰啲角色裡面，你知道角色通常都好 dramatic 噶嘛，嗰啲起跌啊、生命啊，都好似哇好豐富咁樣噶嘛，咁可能就會好沉醉喺嗰、那個。狀態裡面，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是因為自己那時候自己收得未夠好，即是那時候是會有一種是都被個情緒帶著走，現在就是會是我譬如拍完一個戲，我都好像經歷了那個角色一樣，即是你都覺得過了好像他的一生一樣，我過完之後走呢就走了，因為我睇做嗰個咩幾多型人格嗰個咧，我係 I 人嚟噶，好多人都覺得嚇、你係 I 人，你唔似喎。我 feel 到係，如果我出嚟做嘢嘅時候咧，我可以係一個好 talkative 或者同大家都係好有交流嘅人嚟嘅。但係咧，平時我自己嘅時候咧，我係中意自己一個去睇戲啦，自己一個食飯啦，我好中意自己去做運動啦，即係我都好中意自己一個嘅時候咯。食素呢個諗頭係2012年啦，但係嗰陣時係未係全素，因為嗰陣時我就睇咗一個短片，就係、一個爸爸帶住只鴨去接放學，咁跟住嗰只鴨咧就一路見住啲小朋友落車，到佢個主人落車，佢就不停喺個 app 啦，咁啊一路跟住個小朋友上咗車咧，佢就同個小朋友係咁玩啦，咁跟住我就覺得哇好得意喎，鴨係咁噶。狗咁樣嘅，喂，好似咁嗰日晏晝我放飯咧，個飯盒係燒鴨飯，嗰陣時喺大陸開工，跟住仲要有個頭喺度，咁我就一下咧就楞咗去嗰只鴨啦。即係雖然我細個好中意食燒鵝髀嘅，即係我好中意食肉嘅其實。咁跟住我諗，唉，算啦，都食咗咁多年啦，咁我唔食佢，我又唔使死嘅，咁我不如試下。就由嗰刻開始，我就戒咗雞油羊豬，咁淨係食海鮮，就再去到有一次同朋友去馬爾代夫玩，就同啲魚玩過，跟住我就俾條生路行下，大佬，即係其實又同我玩，即係我又覺得喂魚都有佢都有諗法喎，跟住之後咧最慘係咩咧？連海參都同你玩啊！嗰啲海參咧，匿喺啲石頭底嘅。你開佢咧，佢知道你捉佢咧，佢會即刻周圍匿嘅。即係你覺得全部生物都彷彿好似
有嘢諗嘅佢哋。咁我就覺得哇咁樣啊，咁就索性就算啦。咁我記得我嗰陣時2018啊，好似去完冰島睇完個大自然啦，又俾到啲力量自己嘅。其實我哋係咪真係要食肉咧？即係唔食肉係咪會好啲咧？呢個世界即係咁，跟住又有呢啲咁嘅力啦，咁又會覺得試下咯。咁就連海鮮都戒埋，咁就直到依家咯。而家有食蛋咯，但係都仲。我未宗教之前啦，咁我就有去過亞馬遜森林，就自己喺度打坐啊。我因為我想探索究竟個生命係咩嚟嘅，即係我就想了解多啲。咁跟住開始慢慢就接觸好多呢啲嘢啊，又開始有 meditation， 自己都有打坐嘅。跟住就翻翻嚟就係去慈山寺啦，即係跟住就我揾咗顯慧法師幫我皈依。咁我聽到佢講好多關於佛法嘅嘢啦，原來佛陀有教導方法嘅喎。咁我就跟佛陀嗰個方法去修咯。迷惘你間唔時點都有時會有迷惘嘅，我覺得。但係你會好快翻翻嚟咯。即係佛教成日講無常啊嘛，永遠冇一個常態，呢個世界冇一樣嘢係永遠係咁樣嘅。咁所以變咗就係無論開心好唔開心好，所有嘢佢都會過咯。我想最迷惘是出了嚟 HKTV， 即係突然間冇牌，我突然間冇咗嘢做嗰段時間。因為我想那段時間是最迷茫的啦，即係你應唔應該繼續在呢一個行業繼續做下去啊？定係你走啊？因為很快已經又有嘢拍下拍下咁樣，即係我都很慶幸的，即係雖然可能嗰陣時拍完，即係拍完我做主角啦，咁但係你嘅執咗之後，咁就出翻嚟做，又可能做下啲閒角啊，又成。咁當然嗰位係會心情係會有跌嘅。我有少少天生係樂觀底嘅，咁所以變咗我就好快就會諗方法，就會過咗佢咯。我有一晚係咁樣諗嘅，即係喺當我即係又要好似做翻啲好閒嘅角色嘅時候，我係有一晚有咁諗過。而嗰一晚係因為即係自己會唔開心嘅，即係我第二日就有同自己講：你一係做，一係唔做。咁如果你繼續做嘅時候咧，咁你就要諗個方法。我嗰陣時就會諗咩咧？喂，以前做主角咩都我咩飛，而家即係嗰個，咁我咪睇下人哋點拍嘢咯。因為嗰陣時啱啱入電影啊嘛，就哦睇下有同拍電視劇係有咩唔同咯。咁就睇咗好多嘢咯，咁就覺得咦佢都幾正啊！咁我又唔使顧好多嘢啊嘛，咁我就主力就睇製作咯。我而家放假，咪去修行咯。即係我覺得係一個 balance 嚟。你工作不是你一世，你的工作不是你全部，你的人生你去到最后你的工作是一个回忆，但是你去到终极，即是我的终极，我是想了生脱死的。以前呢我是有一种抗拒的，但是现在的我呢，我会觉得 open 咯，不需要抗拒，他要嚟咪嚟，但系唔嚟，我又完全冇覺得有一個缺失。唔使開工，我中意陪屋企人，即系我覺得我好珍惜同我爹哋媽咪一齊相處嘅時候。咁我仲有佢哋，我仲有朋友，我有同事，我已經覺得哇，我好忙。即系我同佢傾過，嗱，你唔使太擔心嘅，最緊要有屋住啦，係咪啊？而家去到我間屋住啦，咁我話食兩餐唔貴啊，你個女又食素嘅。即係令到佢哋而家安心翻啲啊！以前佢哋係好擔心嘅，我覺得係好啱，唔係應該揾個人翻嚟照顧自己噶嘛？我不如請個看護，即係我咁諗啊，係嘛？即係我覺得，所以呢樣嘢係冇得去要求，即係如果有啊有，冇都係咁咯。即係所以係同行，你又要大家同步到喎。即係如果你同行，你個得個行而個腦大家唔同步，你就斬搞嘅啫喎。